关系。好，在讲人际关系之前，先让大家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跟大家打招呼啊。为什么啊？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陈美，陈美。然后呢，大家呢以前的对以前的同学们，他们都会叫我美美老师。啊，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很美，不是这样子，是呢，因为刚好老师的名字有一个美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我怕你们太少看到我了，所以很难记得我的名字，所以就用叠字比较好记，所以你们可以叫我美美老师。然后呢，再来，老师的座位刚刚我们说过我在辅导室，对不对？请问你